吉安乡公所特别在芙蓉饭店举办了112年模范母亲、模范婆媳的表扬活动，尤淑珍乡长亲自为25位的模范母亲以及对模范婆媳送上了祝福，而他也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。吉安乡公所112年模范母亲、模范婆媳表扬活动，今年特别安排在芙蓉大饭店举行。乡长尤淑珍感谢妈妈们倾尽一生守护家庭，也成为儿女永远的后盾。平常还可以热心参与公众事务，关怀社区和社会大众，无私的奉献令人动容。独一无二，我的妈，感谢妈妈的辛劳，撑起家庭的一片天，以及社会服务的工作和劳力。我们相信今天表扬的25位模范母亲跟1位模范婆媳以外，更牵起了我们社区服务的能量，也顺道的来感谢社区发展协会所有辛勤的志工妈妈们，为我们照顾志工来努力。所以今天特别感谢全天下的妈妈以外，更要感谢社区的妈妈们，也来照顾我们共同社区的一个努力跟目标。在这里要祝福全天下的母亲们，妈妈节快乐，天天健康平安。乡公所每年借由表扬活动来宣扬母爱的伟大及光辉，也期盼透过这个活动，让大家可以永远记得妈妈们无怨无悔的奉献辛劳，陪伴他们共享天伦之乐。表扬大会还安排了感恩宴会，让前来观礼的家人可以一起来共享荣耀。获奖的妈妈们感动之情溢于言表，活动现场洋溢着温馨与幸福。记者吕慧欢是报道。